So we should be in a wild moment. Yeah, is that? We are. What the hell? I'm Jay Sweat.首先要恭喜 XO 各位一级销售量突破了91万张。谢谢。然后既然这张专辑这么火爆，那我们就从 XO 的音乐说起。我自己比较喜欢那个 My Lady。我比较喜欢 Baby Don't Cry。我比较喜欢蝴蝶少女。我喜欢让与美女。지금까지들었죠지금앨범이있는거엑소지금我喜欢365我比较喜欢彼得潘和蝴蝶少女还有 Baby 同款带我到没有你的地方永远都在一起走我觉得歌词都其实我们这次都是精心准备的歌曲因为这个原因的话所以每一首歌曲的每一句歌词我们都是用心在唱所以每一句歌词都希望大家能够喜欢只要大家喜欢了我们也就都喜欢大家好才是真的在我身边快乐像今天触动着你幸福的暖意这个我想告诉大家真的没有什么别的诀窍就是练习就真的是练习练习练得越多的话就越来越就熟悉越默契然后在一起像集体舞的话越来越练得越多的话就越有默契这个也就是整齐划一的唯一秘诀。항상이제멤버들에게이제더맞추려고노력하고있고뒤떨어지지않게하고노력하고있고요그리고특히나이렇게연습할수있는이유는역시멤버들옆에서더도와주고지켜봐주기때문에가능한것같아요엑소엑소용맘보我觉得发挥的应该还算不错吧因为毕竟录制的前几天我们练习时间都没有太多所以能打成现在这个样我觉得已经是尽最大的努力很棒了已经很棒了其实我这次真的挺那个有点失望对自己其实我觉得挺好就是其实打球这东西是我自己特别的喜欢的一件事情然后因为其实练习时间确实也是不是很足因为毕竟现在做的行业是就是歌手嘛对所以肯定不可能两个都能顾全得了而且好汉不提当年勇嘛这就算了但是已经打出了风采没有就是我觉得还是很多遗憾了我是想说能够赢的但是并没有得到那么好的成绩了对但是还是很开心特别开心的是觉得能够在自己现在做的这个行业里面能够做回以前自己想做的事情打出了风采谢谢那其他成员有没有想出演过类似的节目我想出演我们结婚了新人哥会打我吧不会对啊我们结婚了或者是 Running Man 那个节目也不错、就是把暖男的形象给大家展示一下体贴的形象对在中国所有的综艺节目只要我能上就请找我跟我们经纪人哥联系我特别想参加一个就是那个就国内可以吗是吧我就是每年在国内有举办那种艺人之间的篮球赛对就是不知道是什么人对对他那就是那些我也不太了解但是就是那种东西我很想参加因为对还是说到篮球啊对我觉得其他对我来说我很乐意去参加任何的活动然后大家一起都很开心但是如果能够做自己特别喜欢的事情那更开心我希望以后应该会有机会吧我比较想上那个中国梦水立方就是跳水的那个节目因为我在韩国参加了那个节目之后心跳水心跳水地方拿了是第二跳拿了第一名但很可惜那个不至于有艺术那就放出来所以我希望如果中国这个节目如果需要什么话你就来找我去参加这个节目那처음에한국의무한도전이라는대한프로그램에한번쯤출연해보고싶습니다저는가리지않겠습니다물론유심히겠습니다중국版那个不是歌手哦那怎么了是歌手对我觉得这个问题离我们好远首先我觉得应该首先把自己的工作事业做好以后然后如果有时间的话是吧
可能会是从女朋友开始吧，还不可能就到结婚吧。女朋友过完以后才结婚，结婚完了以后不可能马上生孩子吧？闪婚。对，我就是这个意思。而且就特远这个话题，所以我觉得，我个人觉得应该是，如果要真的到那个时候，我肯定希望如果当一个能跟孩子沟通的好宝宝。저도프로그램을본적이있는데그분은이제자상한아버지이시고엄격한아버지이시고저는딱정말친구 같은아빠가되고싶어요我们那个基本上大部分都是自己的搭配，因为其实在舞台上面的话，我们的造型师会帮我们准备很帅的衣服，但是其实机场的话会比较可以穿自己个性的衣服嘛，所以说大家都有不一样的自己的风格，然后也会也有共同喜欢的一些喜好。对，我觉得穿得舒服，穿得帅，自己觉得好就 OK 了。对，然后对，然后其实在机场的话，刚刚也说安全嘛，对，安全的粉丝安全的话，这个问题是我觉得确实是需要注意的，因为毕竟这个安全第一嘛。对，这就是支持我们都很开心，然后但是也希望大家能够就是在保持自己的安全情况下面，对，不要受伤。对，首先我觉得不会等很久，对，这个可以应该是没问题，然后我们也在准备，但是具体的这个时间还是目前先是要保密的，来确定。网上说的那个还是可以暂时先对忽略掉，因为我们自己都还没有整理出这块具体的时间，大家不要先造谣。翻开被灰尘覆盖掉的过往，暂时还没有，但是我们都很希望能够有这个机会，我觉得是每个歌手的梦想啊。看那些前辈们的那些舞台，那些 concert， 对吧？多想开一个自己。我相信不久将来应该一定会有机会的，我们也愿意去展现那样的一面，那次演唱会。不久的将来，将来的不久。之前鹿晗在杂志采访的时候说，那个已经就想好了单独演唱会的时候要唱些什么歌，那其他成员有没有想好了？就是单独演唱会。对，因为 EXO 开演唱会的话，我会想要唱什么歌？我记得有人问我一个问题，就是啊，你想要什么歌手？今天上午说的，一场换一场。其实他有一个这样的概念，就是说我们十二个人，因为人多嘛，每个人来一个个人技，基本上就一个个人技算5分钟的话，十二个人一下就一个多小时就过了。但是我们当然不能这样准备，如果真的是我们能够开一次演唱会的话，当然是很多很多精心准备的节目，对。而且生平第一次，当然。솔로노래를한곡정도네팬여러분들께보여드리고싶습니다희망사항이잖아요그쵸죠희망사항저도희망사항이었어요 희망사항입니다저춤추면서因为这个现在在做这个希望的嘛，所以他希望就是边跳이건하고싶은그냥희망사항이니까요首先，那个大家很关注的我们下张专辑，我们会努力的准备，然后给你们带来更多的惊喜，更多属于我们 EXO 的特色。然后呢，今年也是在没有很多机会跟国内的粉丝朋友们见面，然后我们也觉得很遗憾。但是我们会相信会有更多的机会，马上就会更多的时间过来，跟你们见面，跟你们沟通，然后让你们看我们的表演。所以希望你们多多期待，多多支持我们 EXO，谢谢。您现在收看的是搜狐视频，我是孙俪。